在这里的那个毕业的那个家长会上哈，还有今天在这里最关心自己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相信这里有许多应该是从外面过来看到今天在拜台路的爸爸妈妈哈，还有小朋友们，今天大家早。好，因为其实哈，我们礼拜三我们自己是美术班的家长，我们礼拜三就在这边布展。其实我来这边看到我们小朋友真的所有的创作的话，包括我们每三到每六，他们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他们不管是版画、油画，还有水墨画，其实你看那个画真的是会，学校老师教真的会超外面一般小朋友在自己在画的那种笔墨，而且你看他们的线条真的是很细腻。那我相信我们大美国城美术班已经办了这么多届，今年是第六届要毕业。那他们的作品呢，那一天布展完之后，我有一个每一个作品都去看。那我希望呢，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各位贵宾，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你们能从我们美山的每一个小朋友到我们今年要毕业主角的每一个作品，你们细细的去看他们的画，他每个画的画风。